今晚嘅得奖者可以得到由第一信用财务有限公司现按贷款或送出现金奖港币50,000元，澳门御路8日本料理送出日本美食礼券，总值港币15,000元。爱奇华送出18K金手表，总值港币125,000元。进健保送出巴西健康产品系列，总值港币25,000元，以及现金奖港币20,000元。ODM 送出名贵时尚手表，总值港币35,000元。重量級人馬的祝福給大家，究竟是哪位呢？我們要講普通話，聽